教育改革是要从自己做起的。首先，这家庭教育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上，我们就要先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这些小朋友能够在家里能够很安心的活动，就有一个优雅安全的地方。有小朋友体能发展训练的场所，让小朋友也能够正当的游戏方式。带领这些小朋友去露营，或是到野外去烤肉，机会让这些小朋友去外面来演唱或是表演，带小朋友去跟这些大画家来观摩，或是带他们去外面写生，教导小朋友能够尊敬长者，追随祖先这些敬仰的孝道。一定小朋友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方式，在家里的茶经分享，在学校的生活，或是我们让家庭的聚餐也是很重要的。小朋友能够在教会有参与，是小朋友在教会能够参加一些服事的工作。为了这些小朋友，他们进入小学到高中这一段，我们就召集这些小朋友，让他们从童子军的社团活动中间来学习一个比较健全的教育方式。我们将这些小朋友成绩比较差的，或是有成绩比较好的小朋友来辅导，我们用主日学的教育方式来教导这些小朋友，辅导这些小朋友，带他们在我们的营地去露营，或是办理这些营游晚会，教他们这些能够学习真服从，或是带领的这领袖的精神，所以就要经过这些童子军的训练。小朋友有机会到野外去做体能的训练，来强壮他们的身体和团队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跟外国的小朋友来接触，参加国际的这些活动，使他们能够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有社会服务的精神，有社团里面的服务，或是在社区的扫街运动。有机会让他们能够跟其他的教会做交流，请教会做表演，带他们学习对教会的这些服事，无论是花银单张，或是在教会的礼拜。
等到这些小朋友他们经高中毕业，我们发现这小朋友他们在联考失利，就没有办法继续读高等的学校，所以我们就办这些基督学院来将这些联考又办给这些青年朋友，他们同样有机会来学习，有机会来读高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就引进美国国际大学的这些教材，或是他们的教育方式来使这些青年人他们也有机会同样来享受这些高等教育的方式。那这些青年人他们在国内通过国际大学的这些网络教学使他们也能够得到一个正规的学习方式，然后他们在毕业时他们也可以得到到美国校园去接受毕业，是通过远距教学，他们同样也能够享受到美国教育的方式，来得到正规的学位。我发现现在这些老年人已经占了多数，所以我们为了这些年长的人来开办一个松年大学，教导他们的健康管理。教他们这些手艺这些工作，就是我们带领他们跟国内的大学，就以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来做互相交流，共同在学习，开办电脑班，使他们能够在赶上时代的进步，带领他们去参观这些文化家的画展，使他们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教他们这个图画或是他们的作品能够把描绘变成绘本书，教他们能够唱歌跳舞，然后在圣诞节的节庆里面他们还能够显现他们的的能力。我们饥饿他们过去的料理的美味古老味这些美肴来我们这共同来分享，教他们能够在创织编织方面创织这些工艺品编织这些手提篮子这些东西，所以将他们的作品我们这次来办一个展示会，他们这个作品都是琳琅满目，他们作品的成果展，我们要为他们办一个成果发表会。谢谢。